我叫梁志，接受神的末世救恩已经有六个年头了。在一次教会民主选举中，我被选为教会带领。听到这个消息，我既意外又激动，心想，在这么多弟兄姊妹当中，我能被选为带领，负责教会的各项工作，这说明我比别的弟兄姊妹都强啊。想到这儿，我内心不由地滋生出一种优越感，走路都是昂首挺胸的，和弟兄姊妹聚会交通也是底气十足。可一段时间后，我看到和我配搭的姊妹素质好，交通真理思路清晰，对弟兄姊妹提出的问题也能抓住根源交通解决，并能给人指出实行的路途，弟兄姊妹都愿意听他交通。看到这些，我心里又羡慕又嫉妒，我也不甘示弱。每次聚会前，我都针对弟兄姊妹的情形和需要做精心准备，绞尽脑汁地琢磨怎么交通能比姊妹交通的全面有亮光。当我交通完，看到弟兄姊妹都点头认可的时候，我心里美滋滋的，很有成就感。若看到弟兄姊妹反应平淡时，我心里就沮丧失落。后来我又发现和我配搭的弟兄对电影的业务知识比较熟悉，电脑技术也好。当我看到配合拍摄福音电影的弟兄姊妹经常找他聊一些业务方面的问题时，我这个教会负责人却插不上话，感觉自己就像个多余的人被冷落在一边。这时我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是滋味，心里猜测着，弟兄姊妹有事都找他交通，是不是觉得我不如他呀？要是我也懂这些业务知识该多好呀。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不就找我商量了吗？于是我就起早贪黑地查找相关资料，学习电影知识。就在我乐此不疲地为地位追求忙碌时，教会各小组的工作接连不断地出现了问题，不管我怎么聚会交通都无济于事。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心里也备受煎熬，心想弟兄姊妹会怎么看我呢？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带领没什么工作能力，根本胜任不了这个本分？看来我这个带领的地位是保不住了。我越想越消极，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再也没有以往的劲头了。最后因我一直活在消极怠工的情形中，失去圣灵做工，做不了实际工作，被撤换了。那一刻我感到颜面扫地，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同时还在心里猜测弟兄姊妹会不会在背后说我是假带领，只为争名夺利不做实际工作呢？我越这样想心里就越发痛苦，仿佛各种指责声在我的耳边回荡。到了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只好一次又一次的祷告呼求神带领我引导我。我看到神的话说，在你们的追求中，个人的观念
盼望，前途太多。现在这样做工，就是为了对付你们的地位之心，对付你们那些奢侈的欲望。就这些盼望、地位、观念，都是撒旦性情的典型代表。人心里存在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撒旦的毒素一直在腐蚀着人的思想，人始终未能摆脱撒旦的这一诱惑，活在罪中却不以为罪。而且人还认为，我们信神，神务必得给我们福气，务必得将我们的一切都安排妥当，我们信神就得高人一等，就得比任何一个人有地位、有前途。既信神，神就给我们无穷的祝福，否则就不叫信神。别看你们现在跟随着，对这部工作有点认识，但就你们的那个地位心仍没放下。今天地位高了，就好好追求，地位低了就不追求了。就这个地位之福总挂心头，你越这样追求越没有收获。地位心越强的人，越得经受更大的对付，越得经过大的熬炼，这样的人太不值钱，得经受许多对付审判才能彻底放下。就你们现在这样的追求，到最终只能是一无所获。不追求生命的人不能有变化，不渴慕真理的人得不着真理。你不注重追求个人的变化与进入，总是注重那些奢侈的欲望，挟制你爱神、亲近神的东西。这些东西能将你变化了吗？能将你带入国度之中吗？有些人总怕别人出头露面高过他，总怕别人得到赏识自己被埋没，就因此打击排斥别人。这是不是嫉贤妒能？这是不是自私卑鄙？这是什么性情？这就是恶毒，只考虑自己，只满足自己的私欲，不考虑别人的本分，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考虑神家利益。这种人性情不好，神不喜欢。如果真能体贴神的心意，就能公平对待人。你把别人举荐出来，别人被培养成才了，神家多一个人才，你的工作不就做好了吗？你在这个本分上不就尽上忠心了吗？这在神面前是善行，这是人该具备的良心理智。神的话把我追求名利地位的实质揭露出来了，我感到扎心难受。看到自己信神几年，不追求真理，而是苦苦地追求名利地位，这完全是受自己狂妄自大的撒旦本性支配的。想想自己进教会带领本分以来，就一直在为地位做工，每次给弟兄姊妹聚会交通神的话，不是为了高举神、见证神，使弟兄姊妹都能明白神话中的真理，明白神的心意，知道怎么实行进入神话语的实际，而是挖空心思的想着怎么交通能把配搭的姊妹比下去，能让弟兄姊妹赞成佩服我，企图在弟兄姊妹心中树立自己的形象，使自己的地位能更加稳固。当我看到配搭的弟兄业务能力比我强，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都找弟兄寻求交通，显不出我时，
我心里就嫉妒排斥他，生怕弟兄抢了我的风头，盖过我的锋芒。当教会出现问题，我解决不了时，我不是来到神前祷告依靠神仰望神，也没有和弟兄姊妹一起寻求真理解决问题，而是整天为地位患得患失，生怕工作做不好，我这个带领的位置就保不住了。看到我尽本分，不是为了追求真理满足神的心意，也不是在尽本分中追求性情变化，而是把本分当成一种事业，当成自己出人头地扬名立万的工具。所以我心里想的都是怎么显露自己，证明自己，得到众人的高看赏识，好满足自己高居人上的野心欲望。我这哪是在尽本分预备善行，这完全是为了名利地位活着。我又看到神的话说，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你们都应明白，不遵行神旨意的人同样都要受惩罚的，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改变的。读了神的话，我明白了神的心意，神定规一个人的结局不是根据人地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或为神做了多少功，受了多少苦，而是看人是否追求真理，得着真理，生命性情有无变化，这是最关键的。想想自己信神几年，根本就没有在追求真理、实行神的话上下功夫，而是一味地追求名利、地位。我的追求观点与神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导致我信神几年没有进入多少真理实际，生命性情也没啥变化，给弟兄姊妹聚会谈不出多少对神话语的经历认识，常常讲一些自觉道理来迷惑人，最后失去圣灵做工，尽本分一点果效都没有。我若再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最终只能被神显明淘汰，失去蒙神拯救的机会。现在想想，我做教会带领被撤换，这是神公义的审判刑罚，是神为了对付接近我里面争名夺利的野心欲望，带领我走追求真理的正道，这是神对我的拯救啊。这时我不由地来到神面前祷告，神啊，感谢你对我的审判刑罚，使我认识到自己所走的错误道路，看到追求名利地位的危险后果。神啊，我愿向你回转，放下名利地位，选择走追求真理的道路，来安慰你的心。通过一段时间的灵修反省，我的情形逐渐好起来。教会带领安排我配合教官出现的弟兄姊妹，我特别感谢神给我尽本分的机会，就暗立心志，我一定要珍惜这次尽本分的机会，不能再重蹈覆辙，走追求名利地位的道路。在之后的尽本分中，我遇到问题就多和弟兄姊妹商量，听取大家的建议，当流露争名夺利的情形时，我就祷告神，并有意识地
多读神审判人败坏实质的话语，按照神的话去行。这样经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名利地位心放下了一些。然而由于我被撒旦败坏至深，即使在一时一事上能背叛肉体实行真理，并不代表我的生命性情有真实的变化了。我里面争名夺利、追求高居人上的撒旦本性，不是光有点认识就能彻底解决的，还需要经历神更多的审判刑罚，才能得着洁净变化。几个月后，神又一次摆上环境来显明拯救我。由于考察接受神末世做工的人越来越多，浇灌扶持新人的工作越来越忙，带领说需要选一名组长负责安排工作。我一听就开始在心里衡量，组里七个弟兄姊妹中，属张弟兄工作能力比较突出，而且有正义感，交通真理也比较实际，能积极维护教会工作，弟兄当选组长的可能性最大。但一想到以前我做教会带领时都是我安排张弟兄做事，他这次要是当选组长了，那我以后就得听他的安排了，那不就显得我比他低了吗？那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一想到这儿，心里就不是滋味。到了选举那天，我不由得紧张起来，内心不停地征战，我要投谁的票呢？投张弟兄吗？可一想到平时弟兄姊妹尽本分有难处都找他商量，我心里带有几分嫉妒，就不想选他了。如果投自己一票呢？我的做工能力比张弟兄还差一些，如果弟兄姊妹不选我，我也做不了这个组长啊。此时我心里特别失落，甚至冒出一个恶毒的念头，我做不了组长，也不能让你当上。于是我就把票投给了平时跟我关系好但做工能力稍差的李弟兄。可最后张弟兄还是当选为组长了。看到这样的结果，我心里很不痛快，但随之又有种不安的感觉。在回家的路上，我反省自己在选举时所流露的心思意念，意识到自己又陷在争名夺利的情形里了。我觉得很苦恼，我不想争名夺利，可临到试为什么总是老病重犯呢？我在心里向神祷告，求神开启引导我，使我在这世上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回到家里，我看到神的话说，撒旦是用什么把人牢牢地控制住的呢？名利。撒旦就是用名和利来控制人的思想，让人的思想只想着名和利，为名利奋斗，为名利吃苦，为名利忍辱负重，为名利牺牲自己的一切，为维护名利、得到名利做出任何的判断或者决定。这样撒旦就给人戴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这个枷锁戴在人身上，人没有能力去挣脱，也没有勇气去挣脱，人就不知不觉地在带着枷锁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
为了这个名和利，人类就远离神，背叛神。人类生存了一代又一代，就越来越邪恶，越来越黑暗。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人被毁在了撒旦的名和利当中。那现在看撒旦这样做，他的险恶用心到底是什么？现在清楚了吧？撒旦可恨不可恨？可恨。也可能你们今天还看不透撒旦的险恶用心，因为你们觉得，如果人离开了名和利，人就没有人生了。如果人离开了名和利，人就看不到前面的方向了，看不到目标了，前途就黑暗了，暗淡无光了。但是慢慢的，有一天，你们都会认识到，名和利是撒旦带在人身上的多么大的一个枷锁。等到那一天你认识到的时候，你就会彻底反抗撒旦的控制，彻底的反抗撒旦带给你的枷锁。当你想挣脱撒旦所灌输给你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与撒旦做一个彻底的决裂，也会真实的恨恶撒旦带给你的这一切。那个时候，人对神才有真正的爱与渴慕，才能走上追求真理的正确人生道路。那怎么做不是为所欲为呢？有寻求的心，寻求之后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对，但感觉听别人对的建议也不甘心，心里认为平时我比他强，这次听他的，那不就显得他比我高了吗？不行，这件事不能听他的，只能按我的来。他就找个理由借口排斥人家。如果看见有的人比自己好，还能打压人家，给人家造谣，或者施用一点手段，不让别人高看他，这样大家就谁也不显高低了。这就是狂妄自恃的败坏性情。另外还有弯曲诡诈、阴险，做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这样活着还觉得不错，以为自己是好人，这是不是有敬畏神之心的人呢？这种做事是不是为所欲为啊？他考虑神家的利益了吗？他只想自己心里的感受，只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管神家工作受多大亏损。这种人不光是狂妄自恃，还有自私卑鄙，丝毫不体贴神的心意。这样的人100%没有敬畏神的心，所以他才能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为所欲为，没有任何责备，没有任何惧怕，没有任何的顾虑担心，不考虑后果。揣摩神的话，我明白了，自己一直追求的名利地位，原来是撒旦捆绑人的无形枷锁，是撒旦迷惑人、败坏人的毒素啊。想到我没信神以前，就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些撒旦的思想观点当成自己生存的法则与至理名言。我接受了撒旦的这些思想，就变得特别狂妄自大，喜爱权势地位，就把追求名利地位、做人上人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为之奋斗拼搏，只要能得到名利地位，受苦受累也心甘。
信神后，我仍然凭着撒旦的毒素追求名利地位，追求高居人上，这些早已成了我的本性，受撒旦本性的支配控制，我就会身不由己地背逆神，抵挡神。回想选举时自己的所思所想与所作所为，我感到无地自容，羞愧难当。我明知张弟兄做组长对教会的工作有利，可我嫉贤妒能，深怕别人超过我，为维护自己的地位脸面，我就不投票给他，宁可这个本分没有合适的人担当，教会工作受亏损，也不选张弟兄。看到我被撒旦败坏得太深了，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地位，还能采取卑鄙的手段排斥异己，丝毫不接受神的鉴察，一点敬畏神的心都没有，临到时只考虑自己的脸面地位，根本不维护教会工作，我这样自私卑鄙，真是没有一点人性啊！怎能不让神恶心厌憎呢？想到神的话说，过犯会给人带入地狱，我感到自己的情形太危险了，再这样下去，我就是被神厌弃淘汰的对象。我想到了当初抵挡主耶稣的法利赛人，他们为了捍卫在圣殿里的地位权势，丝毫不寻求主耶稣的显现与所发表的真理，一味的抵挡定罪主耶稣，甚至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结果遭到了神的惩罚咒诅。现在我看清楚了，自己信神不注重寻求真理，进入真理，而是一个劲地追求名利地位，这走的就是法利赛人抵挡神的道路啊！想到这儿，我不禁为自己所走的错误道路感到害怕，下定决心要摆脱名利地位对我的捆绑与苦害，走追求真理、忠心尽本分的道路，得着神的称许。之后我又看到神话说，你做事别坐在人前，得坐在神前，你接受神的鉴察，接受神的检验，这样你的心就摆正了。你总惦记做给人看，那你的心总也摆不正。另外做事别总为自己，别考虑自己的利益，别考虑人的利益，别考虑自己的地位脸面名誉，先考虑神家的利益，把神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体贴神的心意，先考虑自己尽本分有没有掺杂，尽没尽上忠心，尽没尽上责任，尽没尽上权力，是不是全身心地为你的本分，为神家的工作着想，你得考虑这些。另外你能尽上自己的责任，尽上自己的义务与自己的本分，放下私欲，放下自己的存心动机，体贴神的心意，把神的利益神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经历一段时间，你就觉得这样做人好啊，活得光明磊落，不是窝囊龌龊卑鄙，而是光明正大，这样活着是人该活出的形象，是人该做的。慢慢的在你心里满足个人利益的欲望就越来越小了。这些话给我指明了做人的目标与方向，我心里特别亮堂，
知道怎么实行合神心意了。之后，我主动和张弟兄敞开自己，一直以来活在争名夺利的情形里，以及对他的嫉妒，揭露自己在选举中所流露的卑鄙存心。弟兄听后，并没有看不起我，而是针对我的情形交通真理，还跟我敞开心谈他的经历认识。交通过后，我与弟兄的隔阂消除了，心里感到特别释放踏实。后来我在尽本分中有难处和不明白的问题，就主动向弟兄寻求，弟兄就耐心地给我交通解答。一段时间后，我尽本分果效越来越好了。我真是体会到放下名利地位，凭神的话活着，面向神尽好自己的本分，就有神的祝福。这样活着光明正大，心里踏实平安，与神的关系也越来越近了。2017年10月，教会一年一度的选举又开始了，我被推选为教会带领候选人。得知这个消息，我不像之前那么兴奋了，而是摆正自己的心态，来经历神的做工。参选不是为了争当带领，而是在参选的过程中来履行自己的责任，按教会选举带领的原则，选出合适的人做带领。若是我被选为带领，我只愿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尽好受造之物的本分，来满足神，不愿再像以往争名夺利伤神的心了。若是我落选了，也不埋怨神，继续与神配合，力所能及地尽自己的本分，顺服神的摆布安排。因为我本是一个受造之物，无论尽什么本分都是我的责任，我都应当尽心尽力做好。选举结果出来后，我被选上做了教会带领，但我不再沾沾自喜，不再觉得是自己行，自己比别的弟兄姊妹强，反而觉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与责任，感受到神在我身上寄予的期望。我一定要好好追求真理，与神配合，尽好本分，满足神，不辜负神对我的爱与拯救。神的话说，人的一生要想得着洁净，性情达到变化，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得接受神的刑罚审判，让神的管教击打不离开，使你脱离撒旦的摆布，脱离撒旦的权势，活在神的光中。你得知道神的刑罚审判就是光，就是拯救人的光，就是人最好的祝福，是最大的恩典，最好的保守。在实际经历中，我真实体会到神的审判刑罚就是拯救人的光，是神最真实的爱，是神话语的审判刑罚责打管教，使我看清了名利地位对我的苦害，激起了我追求真理的勇气与决心。当我放下名利地位的时候，我感受到放下的不只是地位，而是撒旦套在我身上的枷锁，心灵深处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平安、喜乐、轻松与释放。虽然我现在还会流露争名夺利的败坏性情，但我不再受他的控制捆绑了，体尝到了实行真理就能摆脱撒旦的败坏性情，越实行真理越能活出
人的模样，蒙神祝福。我真实地感受到了神在我身上所做的点点滴滴，都倾注着神的心血代价。神对我的拯救太实际了，神的爱太大太实在。今后我愿更多的经历神的审判刑罚，追求真理，早日脱去撒旦败坏性情，活出真正人的样式，来安慰神心。感谢神对我的拯救，一切荣耀归于全能神，阿们。人的一生要想得着接近，心情大到变化，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得以接受神的刑罚审判，让神的管教极大不离开，使你脱离撒旦的摆布，脱离撒旦的权势，活在神的光中。你得知道神的刑罚审判就是光，就是拯救人的光，就是人最好的祝福，是最大的恩典，最好的保守。你得知道神的刑罚审判就是光，就是拯救人的光，就是人最好的祝福，是最大的恩典，最好的保守。